希望是个调香师，因为没先知，调香师好抓，吃地也行，吃地送双刀。佣兵啊，太真实了。都不回头看的吗？这个人，反正你送我一刀，我不介意。看这是谁？调香，懂不认？他这都敢翻？正好误区直接给加速了，这边佣兵自己的，佣兵没治愈，如果有人摸他的话就不会丢两台电机了，骗他一下，佣兵的护臂应该也不多，有没有人在摸了？没骚扰，打了一刀就回去。不能打。没修，跑了，不要命打倒啊！佣兵没治愈，让他死墓地，这边是没椅子的，挂不了。然后黑妹是在四号机，我看磁铁会不会在这附近。磁铁还真在。然后现在黑妹在一号机。然后他会过来的，把磁铁捡了。他现在没成数。还在修。应该死了。看一下下局的那个等待时间，如果还是14或者15的话，那我就溜溜球。忘了，歇了就算了呗。
真是怀念怀念秒牌的那一段时间，打完一把接一把，美得不行。这一个祭司，闪现喽，闪现喽！摸一下这个角，我带的怀表完了。美的不行，我在旁边蹭着蹭着蹭，还能蹭成数。该走了，修我电机去。他带着金身，只要是空姐，别，可以，很稳。他怎么又来了呀？你是嫌我这电机修太怪了吗？我今天发药本是来点了。闪了闪了闪了，他终于闪了。终于。你怕不怕？小丑你怕不怕？出来，弟弟，这 Q 有问题 ，Q 有问题，当前不可使用该道具了。我有变石。现在就看这个魔术师，魔术师秀一手魔术，下来给他一个狠的。空姐重新修了。挂了，当一张，完了。
他刚给自己打好了针，吃了一刀，没了。魔术师风筝棒，秀一手，秀他。强啊！看到他一脸要闪现的样子。背锅了，背锅了。其实那一波犹豫了一下。双刀磁铁。你还是杰克。好，杰克知道了。他招魔术。这个炸完了更不好抓了呀！哦，要打波。弹一手板子，弹一手，给他绕几圈。那我假动作。我怪你们！滑板加速，他绕了，他肯定会不认，他肯定会不会？急性子肯定是要回的，我假装跳。隔墙了，隔墙了，不能走了，如果往那边走我就死了。传送了，就很美滋滋，一顿操作猛如虎。贴门去，
开了。溜了溜了溜了，卖喽。佣兵肯定是要捡磁铁的，你听听。不是小丑，应该又是杰克，所以膨胀秀三连。有种就来砍我！红点，我操，说来真来。来来来，有没有人接个快递？哎哎，那娃娃，大哥大哥大哥，我的！哎，过不来，过不来，就很气。可以，娃娃牛逼。你敢不敢过来？哎，好像没打中，整点了，溜溜球。干嘛撞他呀？你让他跟着我的节奏走嘛。
哎，卡模型了，直接撞他秒救吗？秒救不就赢了？来了来了，全部秀起来了，全部可以。 丢丢球！哎，金柜子，金柜子，金柜子，没有柜子，没有柜子，那完蛋了。祭司来了，祭司，我祭司秀，来的好快啊！ 守三连，直接点让队友飞。 队友飞起来了，这个人。 还拉球抢门。 在医院里面，直冲小木屋啊！杰克，还是个插眼，溜了溜了，你插眼，我给你跑马拉松。 又要插一个眼，跟他拉开距离，弹了！哎呦，弹了，背锅！我以为他乌鸦打不中。 不应该选这个香水呢。空姐，空姐秀起来了，空姐，空姐九五八，九五八可以秀呀，路上救人。
难跑了，跑不掉了。这边两块板子还能再玩一下。贪了，贪了一瓶香水出事了。哎呀！别说，完蛋，没看，这下好了，我觉得他肯定不会跑这边来，修快点，修快点，一起把这电机给直接给点了。那这就是天秀了。兄弟，你按准点，你 QD 我怎么没见你一个按的是准的？修不完黑妹背锅。让他先摸，然后再补。游民就有那个被保护了。等一波听象，他的摄像机马上抬头了。没搞一下，看来没必要，结束就死了。通缉我没有用。黑妹怎么不修电机啊？感觉自己像个机械师。
么都不报个点的呀？说一下呀。干他干他干他！我新疆去了，溜了溜了溜了。看挂了。怎么没人来摸一下我呀？真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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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无敌了，真无敌了，牛逼！他这把还能暗杀死我，我跟他信。我的狗贼来了，溜溜溜溜溜球。消失消失，我反正消失，我一挂死。这把他玩牌出来，烧我就难受了。
我说能苟就苟。不错人了。挂不到，挂不到，你挂不到，把断掉了挂的。哎，无所谓，用你屁股贴，把咒术师摸好，让他去救。我捞结石，他捞佣兵，佣兵捞下来之后大心脏，完美。买差这么多呀，佣兵没了，佣兵去世。都不敢去，都是一挂死。重新修也不行。我在这边苟着，他们去修。卡拉尔明，直接点了。好，这你应该我不会一刀死，无所谓的，不需要用香水。什么东西？
不是月色符，先溜。 亮仔开始拉他的狙了，从四号机过来了，肯定要狙一下小木屋。到一号机了，应该是在套路佣兵，一直在一号机附近。 开始秀起来了，玩过小门带，不能玩那红胶囊中间站。 应该两人有电机，不在鬼屋，跑去那木瓦去了，又打佣兵了，板一下，他等会要传送了。 帮他传送过来吗？应该吃的是雾人。
哦哦，没敢上车，这个杰克心态崩了，找我来了，撤撤撤撤撤撤撤。磁铁吃一刀还能坐车？补一下这个磁铁电极，有人补了，他自己补了，重新修一台。是的，误认，要没了。差一台，游民也是吃了误认，双倒的话就有点难了，应该双倒了，重新修一台吧。他肯定是要传送，然后打乱一下节奏。压好了，留着。哦，传送杀我吗？这个有点吓人，拖了个一刀斩过来。还好治愈的快，又不应该有治愈，赶紧起来。那挂不挂？挂了。看门差多少，我赌一把，我直接开门。可以，能走。还没传送，丢不人了。差点翻车。修集装箱。应该杰克。
是误认了，应该够了，掉两台，然后佣兵那台修很多，等人去补，结石娃娃应该能顶一台。 结石不出意外，是他双修，然后那电机被守住了。我试完这台，我去修那个军工厂里面的。社院娃娃机，然后是佣兵的，然后结石在大房。 这不救人，这杰克还失误了。他还不打算传送过来守电机啊，不然就游戏结束了。 大房，插眼，结石没修多少啊。 好多，这能压吗？这能救下来吗？ 哦，修物啊，打你仗了！你敢打我吗？把他打中了。 不是 VIP， 他放弃希望了吗？被卡位了，不点，点了的话我没了，让队友点去吧。 谁点谁点。 拿你装，铁门走路，这跟人抢门比娃娃还快。
看这个。投了，投了，投了，投了。哇，这到底是在上分吗？这么惨！果然还是佣兵上分稳啊！执着，告辞。杀佣兵啊，这个人。VIP， 现在点挣扎估计就下来了。别被震慑了，这话他跑过来就被厄运了。送，没传，肯定是看电机，那就不是传送。结石现在全速修，赶紧的，赶紧的，多蹭一会儿。哇，这个速度！好的，笑不动。Thank you.
直接打你脏了。佣兵上分真稳。传送，刚才不传，现在传。丢了丢了。哦，也是夫，太阿波罗。有点尴尬，快溜快溜快溜，这个人妈闪现闪现，哎呀，这波闪现秀秀秀，强啊，约瑟夫，牛逼！捞人，那我都不想追。没有好东西。哎，这魔咒是怎么回事啊？
我觉得应该可以修完。他炸一个电机，吓了我，也嗝屁了。 他只要敢过来挂人，哎呦！怎么这个人还？ 闪现，挂人了，这你敢修？ 这么想飞我吗？ 当前不可使用格斗技。
还干了他一板子。精神脚了，好卡好卡，那头皮屑真的卡这图。上个视角一顿一顿的，求你娃娃别扎鸡了，再扎的这台是压不好的。怎么老是出现这个字啊？当前不可使用该道具。这香水，这个简直就是一个恶魔。出现这几个字，直接就没了。扎个电机看一下屠夫是谁，我炸了就亏了，还修啊，好吧，女巫。不会修着修着后面就站了个人吧。打娃娃，哎，可以。还好，折掉了。赶紧的，赶紧的，赶紧的，把它摸起来。
没得了。他本体在这儿。有人被针对了。没了呀，这个人又被闪了。哪一台呀？差这么多，娃娃娃娃娃娃！哎呦，这个娃娃他妈有点吓人。哎，怎么不见了？嗯，激动了，激动了，激动打不着，你打不着，你刚才闪现交了，你打不着，气不气？开呀！可以秀的。